这部影片来花1分钟告诉你 BitTorrent 币托交易所的使用教学。首先，你可以透过影片下面的说明连结来注册，因为你这样可以享有 20% 的交易手续费折扣。注册完以后，你可以下载 App， 然后到账户这边，然后呢去完成身份验证以及银行绑定。那要注意，绑定的银行就会是之后你拿来入金台币的银行，所以要慎选。所以，如果你同样用远银的账户来入金的话，就不用额外的手续费。如果你没有远银账户的话，可以透过影片下面的说明连结来注册 Banky， 这样只要线上完成开户以后，就可以轻松入金到 BitPro 了。只能要到资产，然后呢点加值，然后点 TWD， 然后去取得你专属的银行账号，然后透过你刚刚绑定的银行账户来转账到这个指定的银行账号里面。那转账的方式就打开银行 App， 然后到转账页面，就像转账给朋友一样，转账到 BitPro 就可以了。那转入后呢，你就可以到交易页面，点左上角，然后找 TWD， 然后选择 USDT TWD。然后呢，把台币去换成加密货币。那换的方式是输入说你一颗 USDT 想要花多少台币来买，那 USDT 的价格大概会跟美金等值，然后输入你想要买多少颗 USDT， 然后按买入 USDT 就可以下单买入了。那相对的，如果你要卖出的话，一样点卖出就可以把它换回台币。买入以后，你就可以到资产这边，然后点提现，然后选择 USDT， 然后选 TRC20，然后去把这个 USDT 转让到其他的交易所，例如币安啊，或者说 OKX 等等的。那这边的地址就是到币安或是 OKX 来取得。那除此之外，你也可以到首页这边去探索更多其他的功能，像是定期定额啊、网格理财或是债权等等。最后，如果说你不想玩了，想要把台币领回到银行账户的话，可以点资产，然后呢点提领，然后点 TWD， 然后输入你想要领回的台币数量，然后等一个工作天，台币就会进到你的银行账户咯。